卧薪尝胆，是中华大地千古传颂的故事，是中华民族的光辉记忆。勾践的忍辱负重、百折不挠、坚韧不拔，是支撑着这个古老民族脊柱的伟大而永恒的精神。那是2500年前风云变幻的东周末期，诸侯列国争霸中原，而被中原文明视为南方蛮夷的吴国却渐渐强盛起来，开始实施扩张战略。弱小的越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。随着一名与吴国和亲的越国王女的逃亡，一场惨烈的吴越之争的大幕正悄然拉开。前面有伏兵。赶走小刀，夫人先行，我去挡住他们，其他人跟我走。诺。太子非逃亡，太子有令，格杀勿论。弃械让路，你们还有生路。人在剑在，剑亡人亡，杀！杀！
站住！连环急报，要禀告大将军，快！是。和亲吴国的王女季婉，竟逃国而来。现在何处？尚在吴国。大将军想如何应对？想压着不揍吧。万一王女要是逃了回来，那就是个事。揍吧，太子肯定会派兵去迎。派兵去迎，事情还算是小。闹出摩擦，事情可就大了。依你之见，大将军得想好如何应对监国太子啊。大王让太子监国已经一年，太子极力强国，野心勃勃，是难以应对啊。谁不想强国啊？大王让太子监国摄政，可太子一直没有掌握到实权，心里一直忧闷呢。这次太子定会利用王女逃国，力争强权。那大王会怎么想？牵扯到儿女私情，恐怕大王也难下决断。驾！驾！站住！有听众，快带我去见监国太子。亮出进宫的信符，事情紧急，我没有带呀。那就留下停奏，速速离开。停奏在我的腹内，那就掏开你的肚腹。你耽误的是监国太子的家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你是何人呢？石门关守兵严英。一个守兵竟敢妄言本太子的家事。你到底有何事要奏报？太子的妹妹季婉已从吴国逃亡而出了。我的王妹季婉，她逃往何处？逃往越国的途中。你是如何知晓的？从石门关的守将处偷听而知的。石门关的守将为何不奏报？有奏报，却不是报往太子宫的。报往何处？可能是大将军府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可能是大将军府。顾城，在。去大将军府查一查，看看他们今夜收没收到边关的奏报。诺。你说的可否是实情？小的不敢妄言。太子，太子，
大将军府收没收到边关奏报？确有边报，先一步去了大将军府。那么大将军府有没有奏报到宫里？未曾奏报。这么大的事情他敢瞒着不报，他还把本太子放不放眼里？库城在，马上把大将军召到这儿来。诺。等等，夜鼓即潮，不好，出事了！夜鼓即潮，大将军，除非边关有战事才会夜鼓即潮。看来王女逃亡，宫里已经知道了。宫里是如何得知啊？石买大将军怎么没有来啊？好，我们等他。石买大将军，我们在这等你的奏报，等了有一个时辰了，你为何姗姗来迟啊？晚上老臣多喝了几杯酒，边报到来，臣人大醉未醒啊。我没有问你醉不醉酒，现在王妹危在旦夕，我们该不该迎啊？不知众位大臣的意见如何呀？太子，臣以为若迎王女，必定引发吴越两国开战，而我国弱之又弱，所以不迎。臣不敢苟同夜雍大夫之见。
叶雍大夫任行人之职，掌国与国关系，且不说刚才的议论有畏惧二字，单论其见识与市井小民有什么区别？哼，司职大人，你在当朝羞辱我。好了，叶雍，让司职大人把话讲完。谢太子。叶雍大人，不是本司职羞辱你，小民之见识不敢欺强，却要凌弱，而国与国之间，要是弱国任强国而欺凌，便是臣服。臣服于人，岂是国之道、王之道？所以，绝不可以强弱而论王与的赢与不赢。当今天下，强国欺凌弱国的事情还少吗？我的所忆，并非臣不臣服，而是迎不迎接王女。若迎王女，能不能引发两国的战争？臣不同意叶雍大夫之意。战或不战，可暂且不论，应该先议王女逃亡和婆户礼仪。何为礼？嫁人从夫，嫁狗随狗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王女逃亡，失礼在前，我若迎之，无礼在后。臣以为不仅不可迎，即使王女有归，也该送还并卑辞厚礼，向吾请失教之罪。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大将军，你呢？不知大王是什么主张？还没有。是大臣们不愿，还是太子不肯？监国太子未决，但大臣们……大臣们怎么样了？吵成一团。哎呀，王寡人这么多年对他们的厚待，事到如今，他们全不眷恋寡人的念女之情啊。大殿，大王，去大殿。且慢，大王啊，您现在要是去了大殿，那监国太子会怎么想啊？大臣们又会怎么想呢？我不管他们怎么想，我只要接回我的婉儿。可是接回之后，又怎么办呢？那你意如何？妾身以为这件事情还是由监国太子决定为好，您还是再看看情形吧。我的妈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可苦了你了！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及时禀报？这的确是件大事，连个妃子都看不住，还有脸说？哼！我本来能看得住。那他为什么逃跑了？
他一犯贱，我就看不住了。他犯什么贱？他犯什么贱？父王，您比我清楚啊。混账！为老不尊，我一辈子不服。那好，我废了你的太子位，看你服还是不服。太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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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，大大王，大王，把这个废物送回太子宫。太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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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子。连个妃子也看不住，要这样的太子有什么用？大王，太子身体不好，大王何必动怒呢？我品，啊，臣在。你是王宫的主管，后宫逃跑个女人，你有何责？大王恕罪啊！前数日越王允常被妻女送了两车密集彩增，派了八名武士押解。太子妃见有机可乘，便以探望乡人为由，先去了驿馆，以后才偷出王城而逃。大王，太子妃出逃，臣有失防之责。那照你这样说，越国是早有预谋了。大王，大王明察，臣不敢胡猜。那好，拿回这个贱女，拷问便知。报！报！大人，大事不妙啊！大王，追讨太子妃的工匠已被越国护卫阻杀。公孙雄，末将在。你亲自带兵拿回这个贱女。末将领命。五相国道。大王，吴相国，你可知太子妃出逃之事？臣已知。你以为当如何处置啊？大王，臣想先听听太宰大人有何高见。哦，伯嫔。大王，依臣之见，追回太子妃后，应立即休书于越，让越王遣使前来。这样一来，我便可以太子妃不安于无，蓄意毁坏两国之好为由，押越王道歉，然后大王恩威并施，可徐图越国。太宰大人，两国相争，你死我活，岂可视作儿戏？越国一贯不安分守己，我等应设法使越国臣服，而臣服越国，唯有武罚才是快捷之途。兵者主凶，何况用兵徒费迷财？我对越未经文服，岂可言武罚？太宰的意思，就像是乡野孩子过家家，可笑至极。与相国之间呢？大王，臣以为太宰之意不无道理，若不用刀兵而能使越国臣服，不妨一试。
不过臣觉得倒不如让太子妃走掉。哦，大将军，我只想问问你自己的主张。臣认为赢也不好。哦，这不赢也不好啊。到底是赢还是不赢？老臣认为不赢。你知道不知道王妹现在危在旦夕啊？你们应该明白，主难臣忧，主辱臣死。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是大王亲封的爵位吧？事到临头，你们在廷议上在这胡说八道。大将军，兵权在你的手里，我一定要救王妹。如果你不调兵遣将，那么好，本太子亲自去迎。监国太子息怒，老臣罪有万死啊！万死，一次就够了。赢还是不赢？林姑父将军，末将在。速率将兵出迎王女。遵命。长嫂，这是要去往何处啊？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公子。太子妃可知，你这一走，搅起的可是冲天的杀气。所以公子就出剑伤人，为你死的人还少吗？况且你这一逃，我太子兄的颜面何在？还有我们的大王和全吴国人的颜面。那好，我若是告诉公子，你们吴国人的脸面早就不存在了。公子会怎样？不管太子妃说什么，夫差是绝不会放你走的。
我明白了，公子想保住的不是什么颜面，而是你兄长的太子位。不错，可你那个无能的兄长保住了太子位又怎样？公子以为他会让位让你做太子？太子妃，这话就有失你的身份了。身份？我的身份是越国的王女，而不是什么吴国的太子妃。太子妃，还是随夫差回去吧。为何不动手啊？太子妃，你这样做是罪上加罪，你是回不到越国的。让他们退下。他们可是大王派来的，夫差怎么能让他们退下？将军，你不会不顾公子的性命吧？本将亡命在身，别无他顾。众将听令。啊！太子妃，这时候你不回去，会引发两国之战的。若你肯回去，夫差保你无事。你真该回去问问你的兄长，他能保我无事吗？他若保不了，夫差恳请大王宽恕你。他宽恕我？可大王又要谁宽恕呢？休得听他胡言，给我上！众将士，上！有令，让太子妃归越。太子妃就交给你了。太子妃，本公子会亲自到越国接你去的。
祭碗接回来没有？禀太子，王女祭碗已奉命接回，只是在吴越边境与吴兵相遇，王女为了避免两军交战，拔剑自刎，险些伤及性命。伤势如何？没有刺中要害，现并无大碍。好，好极了。将军，此事不宜声张，包括大王，一定不要让他知道。先把祭碗送到雅玉宫吧，让他在那儿安心养伤。诺。大人，本公子有事相求啊。哦，快请。好，请。哎，听说公子亲自去追讨太子妃了？啊，正是。而且还差点引发了吴越之战，多亏了大王召回了公孙雄。嗯，这都是伍子胥的高见呐。可他伍相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想想，只有让太子妃反越，才能挑起伐越之战的理由。这么快？原来如此。公子啊，这样一来，楚军备之争可就迫在眉睫了。难道太子妃的出逃真的引发了大王废我太子兄之念？公子是个明白人，你想想，眼下你只是一名公子，无兵无权，而以王子类为首的你的兄长们，他们均任将军和大夫之职，一旦爆发战争，他们势必要争先出战。公子啊，真正受惠之人会是谁呢？嗯，所以说要避免吴越之战，定要讨回太子妃，这正是夫差前来的目的。公子要怎样？夫差想借大人的符节一用，出使越国，亲自讨回太子妃。哎，公子啊，符节现在已经掌控在行人府了。哎，我记得你太子兄出访邻国的时候有一符节，好像还在他那儿。那就不有劳大人了。公子，公子要怎样？道出符节，出使越国，亲自讨回太子妃。公子行事当机立断，是我吴国的大幸啊。多谢大人，夫差告辞。公子何时出城？符节在此，公子奉命出使越国。诺。是。看来寡人的这个太子是指望不了了。大王，太子之事可以放一放，当下之急是讨回太子妃。不错，这个贱人竟然敢逃跑，失了吴国的面子，这口气大臣们能咽得下，寡人绝咽不下。大王，丢了的颜面可以要回，该出的气一定要出。臣有一个一举两得之策，奏来听听。以讨回太子妃为名，向越国边境发一支兵，造成大兵压境之势。其二呢？此军可以以王子类为将，
也可以考察一下他的办事能力。好，好。相国考虑的甚远，连立太子之事也考虑到了。王子赖体魄健硕，英勇善战，可以带兵打仗。大王以为这支兵多大较为合适？足以踏平越国。那就50,000吧。哦，对了，夫差竟敢盗取太子的符节，大王欲拿他吗？他若敢露面，就拿住他，下狱问罪。臣以为他是到越国去了，他以为他能够要回太子妃，干脆就让他去。臣遣人送一封战书，让夫差公子下给越国现日交战。相国不是对王子累重义吗？大王，眼下老臣对谁都还不忠义。王子赖，末将在。你为帅，伯嚭。臣在。复旨，领兵50,000，即刻出征，不得有误。诺。要是越王不肯交还太子妃怎么办？那就踏平越境，取越王的首级来见寡人。诺。相国，请将战书交给本将。战书我已遣人直接送给了夫差公子。